我是青年演员王楚瑜，小鱼儿。今天呢，我准备去跟朋友拍照，同时再看一场话剧。Let's go！ 先去拍拍照片，营业一下了。上去了，到奋斗剧场了，看上戏朋友们的演出，来得比较早，今天看的喜剧原创话剧喜宴开始了，先跟大家互动活跃气氛。七个单元故事构成的话剧，每个单元的故事还有联系，看得很过瘾很紧张。每位演员老师都很优秀，演得很棒。这个丧尸故事我的最爱，还融入了东北元素，来瞅一瞅。在北京的朋友们可以来看看，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，并且排练的喜剧节奏特别好，看完很紧张。最后还有跟大家来，各位给我鼓励了，咱们先把左脚出来。谢幕了，舞台上的你们闪闪发光，加了，充实的一天结束了。